点半出发，八点半，四个钟头车程啊！我哋终于嚟到呢个阿布辛贝神殿，就系由拉美西斯二世兴建嘅，就系眼前呢座啦。咁国王有一座嘅，佢老婆咧有另一座。我哋而家阿布辛贝神殿嘅入口啊！呢座神殿咧，当初其实系唔系呢个高度嘅，因为要兴建水坝咧，就将佢升高咗60米，好浩瀚嘅工程啊！嗰个全球人类都蜂拥而至啊！嚟呢个地方，参观呢啲又好似好个博物馆嘅。皇帝的殿不用排，但皇后的殿呢排长龙啊，这条队终于都排到入嚟女王殿啦。正就照到呢个啊！埃及啲厕所咧系需要俾钱嘅，特别景点嗰啲餐厅就唔需要嘅。咁喺景点嗰度咧，厕所就通常系埃及镑5元，或者系俾美金1元。但美金1元其实系等于差唔多29元埃及镑噶，所以要抢定多啲嘅散纸啊！